是这个口皮酱，养记的，酱老多了。山楂泡的牛奶，哇哦，哇哇，太好吃了。刚全是紫米，还有紫薯啥的。里面一股奶味儿，蛮好吃的。粽子，配了点沙拉酱。真好吃呀，看着真的很不错，这个三明治。
这个现在真的好足呀，这个。紫米，一面黑芝麻，它中间一层鸭是麻薯。哇，这个气泡水饱感太强了。嗯，馅料满足的这个三明治。蛮软的，它那个馅料。哇！我这气泡水太上头了。哇！拜拜。